灵实恩光学校是基督教灵实协会辖下服务机构，为小学至高中严重智障学生提供特殊教育和寄宿服务。我们介绍下校本跨专业团队协作的学与教。学校鼓励建立多专业高参与团队精神，所以各专业会一起参与策划学校发展周期、专业发展活动，促进沟通。另外，校内设各专业入班协教，提升课堂人手比例，以照顾学习多样性，同时共享资源，以配合学生发展。学校设开放校园政策，我们鼓励家校协作，希望家长到校参与学生课堂学习及参与活动。以中国语文科为例，治疗师、教育心理学家及教师共同参与备课，找出学生需要和难点，按专业定定不同目标，逐以和家长共同协教及进行促进学习的评估，之后参与检讨，回归学与教，而共同入班能够提升家校合作及支援。我们鼓励家长和校方就学生发展多沟通交流，教师、家长、治疗师成为好伙伴。另外，配合本校生涯规划，透过协作和个案会议，促进跨专业交流。而个案管理系统执行中，各人各司其职，为学生学习需要、治疗支援、生活流程，以至培养休闲兴趣而努力。生涯规划高中安排。生涯规划身心健康及培养运动的兴趣。阿欣，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哎呀，系好犀利！关怀需要，启发学习，提升参与。善用外间资源，启发学习，提升参与。我们期望学校本着爱心关怀的学校使命，能够尊重及照顾学生及同工的多样性，进一步推行全校参与，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文化，促进学生全人发展。